说一开始蜘蛛从吊环从8米高的地方这样慢慢的降落，然后他还倒立，还有漂亮的身材，然后坐在他的吊环里唱你的嘴角微微上翘，好性感呢、哇，其实我在底下看着知乎的时候哈、一边感叹他的美，一边也替他着急，有点紧张，因为太高了，所以他要按准时的完成，但是他完成了，知乎真的是好棒。觉得知谱是真的进步非常非常大的，因为他最近在排练很辛苦，所以呢早上起来我真的，他晚上回来的最晚的时候，我会给知谱做晚上再煮面条煮饭，然后那个 Ella 会照顾知谱，就是给他带上麦呀、生活中他的衣服找不到了呀，我说知谱你有2个吗？